有岗吗？我要回娘家，从今以后你自由了，没人管你了。这不是你期待的吗？你想要的结果吗？爷，你看完像小孩似的。怎么像小孩？瞧瞧老师搁家待我啊。搁家待什么？整一会儿走不完出，还得回来费劲。怎么我一会儿走我还得回来？我怎么那么贱？不回来啊？怎么？啊？怎么？确定？啊？啥意思啊？我都不小瞧你，你肯定走不出这门。我怎么走不出这个门？你走吧，走不完之后再找一个，打你儿，打你儿睡你的床，完了之后我挣的钱人家还花。走吧。啥？啥玩意儿？你走了完了之后再找一个，再找一个。打你儿睡你的床，完了之后还我挣的钱人家花了。你走吧。走吧。你这是打算挺好的呀。不是打算挺好，事实就是这样。完了之后回家，你说你还不讨好，回家了之后骂呀，一顿骂啊！你好好日子不过，你跑嘚瑟跑家，跑家干什么？你看你里外里还转不是人，赶上走啊！一会儿车赶不上了，天黑嘛。再给我说一遍。赶紧走吧，就天黑了，车赶不上了。你打算挺好呗。我下家都找好了呗。我没不，我说的这是事实。哎，干啥？干啥？去干啥？